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菩萨摩诃萨于取住随念自通，能知自身，自己知道自己无量无量的劫，经过好多变化，没增到这个地位以前的自己的身体，经过无量无量的变化，即不可说不可说非常极为陈述的世界中一切众生，菩萨不但知道自身，而且知道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陈述世界一切众生他们的过去所受的身，也是不可说不可说为陈述佛刹那么多劫往事。菩萨不但知道自己的，我一次一次一次看着一个众生，就知道他无量无量的一生一生的所做的事业。菩萨自己知道自己从初发菩提心来证到这个十地的果了，其他的一些众生没有啊，没有证到。那其他的众生呢，不自知也不他知，菩萨呢其自知也知道他知，知得很详细。所谓母畜生，说在太原生，叫什么名字，姓什么，入世是什么种族，是汉族吗，是满族吗，是回族吗，都能知道啊，吃的饮食所受的苦乐，从无始以来在这个住有当中众生类的当中，以因以缘辗转之长次第相续，不间断，没有间断的时候，次第相续，说住地狱住了多少多少劫，出来时候还是相续的，还是一生一生的，就这样的生死轮转不停，叫轮回不绝，种种品类，种种果度，种种趋生，这哪一曲的生呢，种种形象，种种事业，就是所做的事儿，种种结识所种下的烦恼，所解的烦恼，种种心念，种种因缘，受生的差别，入世等事，皆悉了之，没有不知道的，这些都不要解释了，大家略一思索就知道了。由于过去而所佛刹为陈述劫，而所佛刹为陈述世界当中，有而所佛刹为陈述诸佛，这个必须得到这个位置才能知道啊。
不也没法知道。前头的那还容易治，后头就不容易了。那么一一佛，佛的圣号叫什么，名号叫什么，什么时候出行的，什么时候涅槃的，在哪一带有些什么法会，说了多少会。入世父母，入世逝者啊，那一尊佛一尊佛都有逝者呀，还有声闻，声闻的弟子，最圣的二大弟子，身边的最圣二大弟子，加上我们释迦牟尼佛身边的迦舍恶兰，大家看到塑像吗？大乘的文殊普贤，二大弟子就这个意思了啊。入世成义，入世出家，就是降生出家，八相成道，与菩提树下成正觉。那不一定，不一定都是菩提树下啊。弥勒菩萨来的时候就荣华树啊，这个变化不同，都能了知。与入世处坐入世座，也许菩提座，也许金刚莲花座，也许多宝座。演说的哪些经典，利益到哪些众生，而说是助于寿命，住世好多年，死做了，就是死做了要干的佛事，做了好多法事，说了好多法会，完了入了无余涅槃，而般涅槃。般涅槃后，佛入涅槃了，法住世的久和近，入世一切悉能一念。此菩萨不但知道六道众生，也知道世圣法界，声闻缘觉佛一一入世都能意念。意念呢，就是看，这是讲的，是讲的见的。有意念不可说，不可说佛祝佛微尘，微尘数祝佛名号，一一名号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一一个名号有不可说，不可说的祝福。怎么解释啊？对，就是同叫阿弥陀佛，那么一个阿弥陀佛的度生，一个阿弥陀佛的世界都不同啊。如果说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同名同号，同名同号。那一一名号就有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名号有一个极乐世界。从最初发心祈愿修行供养诸佛，调伏众生，众会说法寿命多少，寿命多少，寿命多少呢，是指佛的寿命多少。释迦牟尼佛在人间活了80岁，阿弥陀佛成佛以来现在10劫了，没有说佛什么时候圆寂，就是各个的机会，住涅槃的时间，弘法利生的时间，一些神变的变化来入涅槃。住法时间，住世时间长，住世时间久，那佛涅槃之后，法住世时间，就是所说的法住世时间长啊、久啊、远啊、近啊，造立塔庙，种种的庄严，就是所有的佛寺所建立的塔庙，所有他所动上。一代在正法、末法、相法，在这个法的当中，好多众生还有重新种善根了，皆心能知，没有遗漏的。
水门菩萨摩诃萨第三指过去劫际许住智神通，这叫许住智，叫许命，许命念，明了呢就是随他所思维所见都能知道，这些都是四见相，这叫凡夫的事情，生灭法，这些相还是劫，劫就是指时间了，这个劫嘛是指着客观的现实环境说了，想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对，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候，节日时分啊，梵语节波，说华人就是时分，菩萨都能知道，知道时分，佛子菩萨摩诃萨以知近未来际劫的智通，近未来际的劫，劫就是时分呢，直到近未来际，在时间上直到近未来际智通，有这种通达的智慧叫做什么呢？直接通，直到时分的神通啊，直到时间的神通，直到不可说不可说微尘世界中所有劫，所有的时间，有长时间，有短时间，有小劫，有大劫，有中劫，这个中间的众生，有活60岁的，有活30岁的，有活300岁的，有活3000岁的，有活30000岁的，那各个世界不同，受生的寿命时间不同，住有相续，业行果报，要善要不善，善就是善业，不善就是恶业，恶业受的果报是苦果呀，你造业了，行就是造作，你所造作的业是恶业受恶果，是善业受善果，什么时候处理三界的，什么时候离不开三界的，决定不决定，邪定正定，这是讲时分啊，什么时候离开邪定的，什么时候到正定的，什么时候处理的，就这样意思，善根与他结识共聚的，说善根不与始聚，始就是烦恼使你的共聚的众生，善根的跟善业相聚，恶根的跟恶业相聚，聚住善根的不聚住善根的，说贪嗔痴慢疑身边戒禁邪，是时时使你烦恼的，善根跟烦恼没离开的，但是他的善根种的深，跟烦恼离开了，那就成了，那成二乘人了，就是善根聚，善根不聚，不聚入善根，都知道什么时候聚入善根的，什么时候开始善根聚入的，但是要知道善根种的不会再造恶业，得到声闻，不退到凡夫，要知道菩萨都知道，舍取善根，集聚善根，不舍取善根，不集聚善根，要集聚罪法，不集聚罪法，此菩萨一切皆能了之，又能知道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近未来际，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成，进未来计，能知道成了坏了，坏了成了，就成住坏空，四劫，四大劫，成二十小劫，住二十小劫，坏二十小劫，空二十小劫，八十劫，这咱们娑婆世界，其他世界不一样，但是每个世界都不一样，一一能了知。一一结宗，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诸佛名号，这时间最长的啊，说在每一个结宗有佛出世，佛叫什么名号，佛刹叫什么名目，知道佛叫什么名字。一日如来从初发心起愿立行供养诸佛，一一如来买一尊佛，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从他最初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了，立大愿行大行，什么时候发的愿，什么时候立的行，什么时候开始供养三宝，什么时候成了道了，说成了菩萨啊，发菩提心救活众生，救活众生的时候，什么乃一切会，每一会说法，说法寿命长短，生命大小，佛一生说法多少会，说了多少法，寿命的多少，所起的神通变化，乃至于入于无余涅槃，涅槃后，佛涅槃后，他所的法住世好多年，所造的塔和庙能住世好多年，种种庄严，六种众生种子善根，入世等次悉皆了知，这个叫什么呢？释明菩萨摩诃萨第四知道近未来劫的节制神通，时间的智慧，知道时间的智慧，这叫这个神通，这就是见啊，就是见啊。造佛塔庙的时候啊，我以前做这样想过，和玉王造了八万四千塔，八万四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是直上直道的塔呀，是几个？在我们国家只知道阿育王寺，阿育王造的塔，飞来的。这咱们这个知啊，太小了。那这八万四千塔都到什么地方去了？那这些菩萨几个知道？其实这一个佛呀，无量无里边的。这叫第四支，第四支啊。这个支呢，这都是说的，本来是说的见，见是眼见，眼见嘛，应该是天眼通，天眼通。但是呢，说到支上去了，都说到支上去了，支嘛，就是智慧了，就是六根互用的。是对景寿命，那么这个劫呢，就叫直接通。这直接通啊。第五个是天耳通。天耳通。我现在还想得到，因为我现在聋了，听不见了。要能得到天耳通啊，什么都听得见了，
而听得非常远。法院，法院求，第五就天儿通。佛子菩萨摩诃萨无奈清净偏儿，成就了无奈清净偏儿圆满广大聪彻理障了达无奈具足成就，与这一切音声欲闻不闻随意自在，欲闻想听，不闻呢不听，随意自在，想听得到这个的天儿通，不是一般的啊。你想听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的音要七宝行树八功德水的声音听得到，想听南方世界随便想听哪个音都能听，佛子东方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身说佛，像东方有不可说不可说佛法为什么，那诸佛所说的法所解释开示所有的演说所有的难力所有的教化所有的调伏所意念所分别甚深广大种种差别无量方便善巧清净之法，于彼一切皆能受此，就是都能够听到，不但听到还能够了解的法的道理，要闻要义，或者要一个人要纵会他所有的言辞入他的智慧入他所了的所有的视线，如说调伏众生，如其境界，如其所依，如其出道，一切悉能记此，不忘不失。那这个耳根子就是观世音菩萨做得到，耳根圆通，就这个意思。那这个这位地这地的菩萨，人人都是观世音，都能做到。不但听而还能地下来听了永远不忘失不忘不失，也不断也不退也无迷也模糊，还能向其他众生演说令他误解，终不忘一文一句。东方入世啊，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十方都能入圣，水门菩萨摩诃萨第五无奈清净天耳智神通，因为什么呢？因为此菩萨他离了二障了，没有烦恼障了所知障了一些障碍全捐除了，他的智慧什么都能了达，没有障碍，没有什么都具足，什么都成就，与一切所有的音声想闻就闻，想不闻就不闻，随意自在。第六无体性的自通，佛子菩萨摩诃萨做无体性的神通，无作的神通，平等的神通，广大的神通，无量的神通，无余的神通，
随念神通，起神通，不起神通，不去神通，不断神通，不坏神通，增长神通，随意神通。此菩萨闻极远一切世界诸佛名，所谓的无数世界、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神数世界诸佛名，闻其佛闻其名已，直至见身在彼佛所。不但闻他的名字了，就看自己就在彼佛的，在他那个佛世界，那个世界或阳世界或佛世界，不管世界什么形状吧，不管他在什么方所，各个差别无边无奈，种种果度，种种时节，没有时间性的，对，种时间，无量功德，个别庄严，比比如来，说比比就是个个啊，每一佛每一佛都与众出现，四现神变，承扬佛的名号，无量无数，各个菩萨，各个不同。此菩萨亦得闻彼佛如来名，对，一闻到名字，一闻到名字，得闻如来名啊！此菩萨亦得闻如来名，不动本处。他的这个身体没动，其实他已经到了彼佛跟前了。不动身，他身就到了彼佛跟前了，礼佛尊重诚挚供养，来请法，请说法。这个时候就入佛的智慧，心能了达，诸佛的道场众会说法究竟无取着。无取无作，无法解脱，因为无体，无体啊，无有差别体，同一体，才能够达到入神目的。这就叫无法无作，解脱自在，无所取作。入世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神数劫，普至十方，这个是无量一劫，为神数佛刹那么长的时间，就在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无所不在，也无所不往。言意比刹观佛听法，请道，就请说法，请道，没有断绝，没有废舍，无有休息，无有疲厌，修菩萨行，成就大愿，心上去着，成为对成无退转。为今如来广大种性不断觉供，为令如来广大种性不断觉供。是名菩萨摩诃萨作无体性无动作往一切佛刹自神通，不动本位，就是他现在所在的不动，骗制一切处，因为什么呢？一切处都为都无体性啊，无体性就是没分别了，没有动作了，有体性就有差别，无体性无差别，为一体性，这就叫无法无作，解脱自在，而自在的神通。
又可以做这样结算，无功用道，不要用功，也没有用功，无功用道。这个量从体上知的，没有量，没有多少，没有大小，不动本处，偏些处，为一体故，彼此都是一体。这叫什么呢？做究竟恒，没有间歇，没有间断，佛懂不断，不断佛懂。无体性，它就没有破坏啊，任何破坏也破坏不了，不能坏，不能坏，永远如是，永远如是。这就是华严义，一众还归于体。这个往种种诸佛上文法跟这都是众，众回归于体，同一体，善分别言因通，就是一切的音声，一切的语言，善分别。什么叫善分别呢？无分别，善分别是无分别。无分别才能永远通无障碍，一切的原因同一体，但是随体性所产生的圆融妙用，就叫善分别，分别即无分别，叫善分别一些众生的语言音声。这个菩萨以这个智慧通达一切语言，就叫善分别众生言音自通，分别言音通，语言必有音声。所谓的圣言辞，圣人所有说的话，非圣言辞，不是圣人所有一些话。天的言辞，龙的言辞，夜叉的言辞，钱大坡的言辞，阿修罗的言辞，迦罗罗的言辞，紧诺罗的言辞，摩诃罗伽言辞，人非人，非人包括很多啊，鬼都叫非人，畜生也叫非人，说人道之外的都叫非人，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一切众生所有的言辞，以至于各个的表色种种差别。此菩萨以善分别言因这个智慧都能通达，皆能了之。那此菩萨随入哪一个世界，能知道一切众生所有的性欲、个性的表现、所有的虚妄、所有的欲望，各类众生有各类众生的性啊，这不是体性的性啊，是表达个性的差别的个性啊，他的个性，他的欲望，有什么个性，有什么欲望，就是出说什么言辞，说的话不同，语音不同，这个咱们大家都能理解的了，能理解。心令极了，无有疑惑，
没有不明白的，没有不解了的，语言就是表达通达嘛，表达意思嘛，一闻到语言就都明了了，明了他的欲望，没有疑惑。如日光出现，普照众散，就像那太阳出来，光明，太阳光明照着，是紫红黄白啊，什么颜色都照得很清楚。另这个有眼睛的，心能明了。为什么呢？太阳的光，有目者才能见，盲人不能见。菩萨摩诃萨已复入世，因为能够善分别言辞，菩萨有这种智慧，能善分别言辞，就是善分别言音，通智慧，有这个智慧。此智慧深入一些言辞，那么所有语言词义，令世间的聪慧之者悉得解了。菩萨能收能放，能听也能说，能给人这么说。那么菩萨有这种的言辞的神通，这叫菩萨第七，善分别一切言辞的智慧神通。第八，色声庄严智通。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出生无量而生其色声庄严智通，色身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完全是色法，是身体，身体庄严，身体的有些个是很庄严的。要人类说啊，都自然生的福德庄严相，人的美貌、丑陋，是因为他说肌肤所得的。不是无缘无故来的，这叫福德相。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就他的色身是福德相。那一切众生人人见着尊敬，但是他福德，那叫内相。内相，内相外相合一，就叫庄严相。那此菩萨能够有智慧通了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他身相庄严，就知道他的所种的福德，阿僧祇的色身庄严智，这些法远离色相。为什么？知道他的根本，一切法本身是没有差别相的，是离一切色相的。单有色相皆是虚幻，一切法是虚幻的，唯一没有差别的。这个种种相种种的差别，是从咱们最初讲那个善业恶业，所有他的业感所成的。菩萨知道他的根本，不在相上取，而在心上的识别，说这样的无差别相，差别相无种种相，种种相都没有，为一相。一相是什么相呢？无相，无无量相，根本就没有相，哪里还有无量相呢？没有分别相，名有清黄慈白相，
是智慧通达，色相庄严。这个相啊，解释很多啊，我这儿不讲了，大家个人呢看看他注解行了。掌握一个，执一切诸相非相，这些诸相非相呢，这才能见到如来相。在《大智度论》《般若经》都是这样想，执一切诸相非相。《金刚经》讲：“执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般若意。这个就讲智慧通，智慧通知道色心的庄严相，无相之相。要是有相呢，是庄严相，福德智慧，智慧相。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力之气，促进社会祥和。一时，佛陀住在中印度王舍国的瑶山中。当时有500位阿罗汉和1000位菩萨，他们共坐在佛的周围，听佛陀说法。座中有一位菩萨名叫阿尼察，佛陀在演说经典道法时，他常静心在旁倾听，寂然无念，一意专注在经法。菩萨六度无极，难逮高行，是能够快速成佛的方法。那么
是哪六度呢？一为布施，二为持戒，三为忍辱，四为精进，五为禅定，六为明度无极高行。从前，有一位名叫仙探的大商人，拥有无数的财富。平日里，他常观佛教名典，觉悟世间无常，荣华性命财富难以保全。由此深知，唯有布施行善，才能功德不朽。于是，仙探通告黎民百姓，若有贫穷困乏者，皆满足其愿而施于他。那时国泰民安，人民富足。数月过去了，也没有一个人来领取财宝。既然布施财宝没有人来领取，那只有买来药品以备治疗众人的疾病了。于是仙探买了很多良药，救济众人的生命。慈心化育，苦行变质，恩泽无不周遍。积年累月的惠施，以致德香远熏。仙探如此行善立世，用尽了自己的所有财产，于是打算亲自入海采宝。坚持住啊！请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呢？我们要到仙探那里医治疾病，不然就没命了呀！我就是仙探，请你们再忍耐一下，等我回来。哎呀，太巧了，他就是仙探呐！仙探立刻赶回家，向国王借了500两黄金，买来药物治愈了他们的疾病。仙探便与这些商人结伴，一同入海采宝，收获颇丰。
是这首歌山顶请大家坚持住，我去试试能不能找到水源。见到眼前深深的水井，又想到一路收获的那些光芒四射、价值连城的珠宝，商人们一时起了贪欲之心，于是众商人一同把仙探推入深井。仙探在哪里呢？他离国之后便跟我们分开了，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嗯，该不会是你们谋财害命将他杀害了吧？没有，我们怎么敢杀害他呢？仙探平生为善，心怀菩萨仁德，因而感动天地神祇。天神伸手将他接住，令他无一毁伤。仙探落下井后，看到一旁有个洞穴，洞穴直通一户人家的水井，他正是从那里爬了出来。步行七天才得以回到本国。嗯，仙探，为何你空手而回呢？只因我运气不佳，未能采得宝物，所以空手而回。
有蹊跷，这里面定有缘故。你们听好了，要想活命，就快将事情经过诚实交代，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国王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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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探得知此事，为之哭泣，立刻来到国王面前叩头请罪。仙探呐，这些商人违法犯政，他们是理当受罪的。愚痴的人起了颠倒邪见，不足以令明智者责罚，恳请您原谅他们的无知吧。国王嘉许仙探的仁德普备，便原谅了商人们的凶杀之罪，命令他们即刻归还宝物。仙探要不是奉佛者，怎么会有这样的仁德之心呢？是啊是啊，他真是太了不起了。请您受洗吧，请您一定要收下呀。真的不用啊。承蒙仁德护佑，使我们的性命得以保全，希望您能全数接受，请不要再推辞了。仙探于是答应了商人们的请求，将一部分财宝还于国王，剩下的全部用于布施。那时的仙探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国王、臣子和人民为仙探的德行感动，于是相继皈依佛教，受持圣戒。从此子孝臣忠，受到天神拥护，国家丰足，人民康乐，四境邻邦清心福德，无不称善。文殊师利菩萨。